又是江湖人，大嫂很忌讳江湖人。嗨，是啊，这平安镇呐，临着天下无刀城，来往都是江湖客。哎呦，你这是要吃面吧？我已经收摊了。来碗面汤。 我最近一直都在调查过去的事情，竟意外地发现伊浪的身世。他不是孤儿吗？不是，他是被人贩子拐走的。他的生母是平安镇的皇嫂。平安镇？他为何不去认亲？可能他不想放下庄主义子这个显贵的名号吧。 皇嫂待我不薄，让他们母子见最后一面吧。面汤来了，来，看样子你是大家公子吧？江湖操吗？这是也要去明日的武林大会？我也有个儿子，不过十几年前啊就被人给拐走了。 也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和你一样，也是个跑江湖的。这是银两。不用了，来。我小师妹受过你的恩惠，这是她给你的一点心意。头砍下来。 身体烧了，明日一早，在舞蹈城买个好看点的匣子，放好这颗头颅。记得用大红绸缎包好。是。吩咐下去。今日在这里歇一歇，明日一早进城。